菊花茶，你在哪里？哦哟，这怎么变成这个颜色？这是因为我没有洗它脏吗？这个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啊，这个白色的是有点青色泡出来，这个。包括咱的月季小鸟再摘两朵那种暗色深色系的月季啊，咱们泡出来的茶看一看它是不是会变色，好味道，看看这两朵花即将被咱们喝掉，再拿俩杯子出来，这个就是这个是口红。
这个是那个紫雾。哎 ，OK， 咱们现在这还有个蚂蚁。哎，算了，不管它了。来吧，我的宝贝。水呢？没水了要。少倒一点吧。OK。完了，没水了怎么办？咱那菊花还没泡呢，啊，立马就变色了，由红色变为这个紫红色，你看这个也是，由红色也变为紫红色，你看没有进水的还红呢，进水了就紫红了，哇，好神奇，泡一会儿吧，敬大家。放点冰糖啊什么的，去一去那个涩味苦味，应该更好喝啊。小蒋这种原汁原味的，你要是喜欢，赶快喝吧。